欧阳娜娜在谈理想型，男友标准在刷新，网友说的是陈飞宇。欧阳娜娜是时下比较有名的新生代小花演员，作为一名演员，欧阳娜娜的演技其实没有什么可圈可点之处，但是她本人在音乐上的造诣还是很高的。由于出身艺术世家，欧阳娜娜的气质比较出众，穿礼服出席活动或者红毯时，浑身散发着一种高雅的感觉。长相甜美的她今年也仅仅19岁而已，是标准的00后。已经进入娱乐圈的欧阳娜娜，凭借出色的外貌和气质，也接到了一些影视角色，后来也经常上综艺。最近欧阳娜娜在一档节目中在谈了自己的理想型，于是欧阳娜娜现在的男友标准刷新了，她想找那种高冷的，话比较少的那种，长相就干净就好，不要太帅。